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月啊。今天呢，我没有聊 Minecraft。各位还知道吗？我们前一阵子不是有发了一支影片说，只要那支影片突破1万个喜欢，有没有，我们就来拍一集传说吗？那没错，我真的没有想过，真的突破1万个喜欢的话，所以我今天呢就要第一次啊拍传说的影片给观众看了。我真的要拍传说的影片吗？真的假的？OK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都达到了嘛。这个我们还是得拍的啊，然后我要在这边声明一下哦，各位应该不会觉得这一部影片好看，因为我自己好不好不强，好不好？我是个新手，虽然之前我跟阿洛就是玩的蛮多场的啊，但是大家也知道嘛，传说定律没有 S 啊，都是新手，好不好？我没有 S，所以我也是新手。今天呢，就是我一个新手来让就是前任 S 牌啊，阿洛好不好来带我玩这个游戏？来，阿洛阿洛阿洛。所以我用牛魔王辅助你是 OK 的，对不对？OK 啊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讲哦，我现在用模拟器在玩，阿罗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有什么样手机？啊，我觉得模拟器比较好拍片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是模拟没器比错，较好玩，虽然说它可很是卡，操它会作，对卡，啊，但操没有作关你系，按好不键好？会卡欸。没有关系，我们是观念型玩家，总之我们可以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让大家看看模拟器到底是怎么玩游戏的啊。对面是不是人机啊？不知道欸。我没有那个那个？大家都想走魔龙路哎。欸，真的欸。好啦，那我去中好不好？我去中路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对，我我去打野中路。哦。我去中路。你要牛王中？对对对，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牛魔啊！我要带什么召唤师技能？中，牛王中，我真的不知道欸。好，我带斩杀，好不好？我带斩杀，然后我们来出团队辅助流的套装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那个小法斗有没有要走凯撒路，他们一定觉得我在雷，你知道吗？我完蛋了，为什么？我是打野，哇，他怎么欸，他垮强克？辅助，可是他强辅助欸，还是哦，他去上，他去上了，哦，哎，然后我们没有法师哎。有啦有啦，我是法师啊，啊，你玩什么？我打野，啊，我玩牛魔王你打得赢啊、可以啦。哦？对面很强哎，对面不是人机耶。你要知道啊，他说我打谁啊？一下、哦，应该是，还是爱丽再丝？打一下，应该是一下。啊，我牛魔王打赢一下、你这个问到我了。我这角色打赢那角色吗？没有关系，扭牛开戳，好不好？可以不要吗？为什么？欸，其实我们队哎、欸，有他三个都这么是。多人，干嘛？中路啊，在中路啊！这么有3个人哎、欸？你是中路欸，没有两只而已，有一个是他的啊，你说，哎、宠物。欸，啊，所以我将要怎么对线？我是新手哎、欸，你要教我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教我怎么玩啊？你贵一点，什么贵一点？我单杀对面哦、你不要你不是要我教你，你贵一点，贵一点打就对了，喔。我单杀对面哦，贵一点，你打不赢。打不赢啊，打不赢。你就不要，欸，怎么爱丽丝在中啊？我们被反野，我要去帮他，好不好？来来帮，帮我对才对对对。对，他怎么说完欸，了啊？不是他欸，你的中路牌是我耶，你好意思？他不是中路哦，一下才中路哦。那就是一下而已，你是怎啊，样？他是爱丽丝哦。不是，爱丽丝是中路哦，爱丽丝是辅助，刚他刚是在在中路中路清哦。兵。啊，那爱丽丝在中路清兵，她是辅助，你要看着中路的位置。啊，你又知道了，他搞不好随便打，对不对？我随便打，你看他出装啊。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会哦，看装备啊，我是新手啊。我没有红了，那、啊、你知道我红哎、欸？没事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红到这样。哦，我没事的呢。啊，我要爆了！我要吃你的情为绪。什么他是安妮？他不是安妮，他是伊夏。一下就是安妮啊！艾这米样。在下，偷看一下，打不打得？哎、欸，我现在不能用模拟打。器，我会点到画面外哦。没事的。他们上来，他们上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等一下，不要紧张，我先吃个补包。好吃哦。我现在我的右边，我开了工作管理，又开了什么工具列哦，不行不行，他开大，退打退不退了。退退，对，打不了。好好好，我没我抢还没到。事，我还没事，然后不要紧张。
哎，等一下，这小兵没死。我来，看一下。Dive，好不好 ？Dive， 来，啊，白痴！啊，我要送了。又来又死，又换掉。啊，我送了。没送。哦，他们真的不是人机吗？不是吧？哎啊，你知道我每点一次我的下面的技能，我的游标就会移到画面外，然后我就会多开一个视窗。为什么这样？你知道有多辛苦吗？用模拟器玩。对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模拟器玩？啊，模拟器比较好玩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干啥？你现在看到我台服牛神，你还敢跟我单挑是不是啊？我是塔啊，我死了！白痴啊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！垃圾人、欸，上校不讲哎、欸，妈的！哦，还可以啊，好扯哦！我们队友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？看到中路选个牛还要来帮啊？不是他的他。他如果都跑下来，他当然要下来帮你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经济那么低啊？你不觉得很怪吗？我经济很低，我为什么我才1800啊？一直都没吃到。我感觉我限斗吃到，为什么我经济那么低？因为我没有去吃队友的线吗？没有吧？怎么说？你中路玩个牛，你想怎样？干嘛？我不是出辅助装。不是，你这样走就很慢哦。哇，我打不了哎、欸。好被嘴，为什么？哎，那这边也在帮你，我来，是不是啊？打不了，快点！我塔要被那个了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塔没了？啊，还差，有冰吧？哇，塔还低。哦，我死了，完了，我没死。哎、欸，我在乱点东西。一下。哎，这我就没血了。中路很多人。我出火甲了，你小心点哦。啊，所以我要出王者之剑了，对不对？我被追杀了，不好。为什么？王者的话是血量50以下打不痛啊。啊，我现在要冲进去打架了。我的斩杀是不是 miss 掉了？好不好？这个时候就要抓下路啊！烦，哦不烦也。你不抓下路，他就很欠抓。哎，哎，我还有将都杀不掉。哦，这个时候我知道，传说就是要抢队友兵，知道，这样我才有经济，对不对？是哦，真的、哦。你这样我会亏中路的兵哎、欸！啊，你去也吃不到，你走路走很慢。什么走路走很慢？你要不要看一下 tab？ 我的经济超低耶、欸！怎样？啊？我才3300哎、欸！好，我们差不多啊。啊，你没有来啊？对啊，我在后面。啊。蹦啊！真的、哦，断了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他康特我啊，他打我好痛哦。嘿嘿。被他拍打了，那你们两个应该磨得死他。台服牛神。哇，太神了！真的、哦。哎、啊，我们上路很猛哎、欸。对啊。他看到一个斩杀牛，还要来帮我，哎，真好。哎、欸，塔没点掉啊！你被塔打死哦！我被塔打死啊！我受不了，我要出那个战士最强武器，好不好？是吗？我要出闪电戟。反正我现在已经够坦，反正都没有害牙，我没有出坦都没差，好不好？我来救你了，我没到、哦，鬼来了，
等一下，等四秒，等四秒。我可以打，我可以打。好，可以。哎呀，我点到奇怪的东西了。哎呦，我快发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？你往下走，我往下走路，我就会那个，就会开个新的私藏。对啊。你知道这样很辛苦吗？欸，感觉我可以去吃龙欸，这边好像不需要我。真的吗？如果想要人头，哇，这么好。啊，没事，闪电戟有了，哇，站立的跳舞，哇，关键守护欸，我们要结束了，这场。对啊。太强了。因为太短了，你刚破音，真的？哎，你知道我没开声音啊？什么？你没开声音？我没有开游戏声音。好，结束了，你还不开声音吗？开心，你就开声音哦，还是开心？来来来来，让我最后收一波人头。哎呦，我点到四窗了！哎呦，我点到四窗了！好痛苦哦，阿洛！我想要最后传输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最后传说？最后一点输出。啊，尾刀！哎、欸，都不是我的。OK 啊。啊，你知道我开一技能进去，然后用斩杀尾刀。野心哇，他给我那个哎、欸、赞哎、欸，那个赞尼尔有没有金牌坦克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是女的啊？阿洛，你是女的？你看我左边女的、欸。哦，你自己设性别是女的吧？哦，好像是吧。好、哦，我拿到什么战败加薪卡？哎、欸，有人邀我那个哎、欸、打五五哎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、谁邀我，工会的人邀我的。那你拒绝他就好了。我拒绝。哎、欸，我记得他刚好送卡、欸。好啊，那感谢阿洛陪我玩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只拍这一集，对不对？超短，这样不会太废哦。好，不然这样子嘛，如果这一支影片不要再邀我啦，如果这一支影片好不好？喜欢能破，你觉得多少？一万？一万、啊？好吧，一万，好不好？只要能再破一万，我们就再拍第二集。这我觉得，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应该很难，好不好？那总之，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到这，感谢各位观众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。拜拜。